lơm cua cá ghẹ đi xuống kìa, lơm cua cá ghẹ trên đầu đi xuống. Thank you.
语道不尽的人间沧桑。一艘船，一把伞，一段情，这就是沪上江南。Thank you.
华阳共处，风起云涌的上海滩。住手！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，有
久历歌舞升平的摩登岁月背后，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百年变革正在悄然酝酿。百年变革始于觉醒。20世纪初，内忧外患的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中，为了唤醒民众，救亡图存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。1921年，上海成为中国革命的起航之地。从此，以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、陈乔年为代表的革命青年前赴后继，用青春和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，让我们去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。我是陈乔年，你是？乔年哥哥，我和你一样，也是00后，只是我们相隔了100年。我来自100年后的新中国。新中国？100年后？是啊，我来看您来了。您看，我带了您最喜欢吃的烘糕，还有100年后的新青年写给您的信。哦，写给我的？快给我看看。乔年哥哥，是你们在本应该享受青春年华的时候，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献身革命。是你们用信仰的力量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，使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不再迷茫。想到你们所遭受的苦难与折磨，我今天的青年，你们没有经历一个世纪前的中国，那时候外有列强虎视，内有军阀混乱，目之所及到处都是饿殍遍野，民不聊生。
乔年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乔年，哥。孩子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，孩子！二位先生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给口吃的，救救我这个可怜的小孙子吧！来，老人家，给。这个码头被霸占了以后，这饿死的、病死的、冻死的老百姓命苦啊！那就没想过反抗吗？
这是到哪儿了？这是100年后的新中国。你看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乔念哥哥，和他们打打招呼吧。和你们在这盛世相见，真好。哥，战友同志们，你们看看，百年后的新中国多好啊！可惜你们没有看到。乔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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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年我们选择革命，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，不正是我们的初心吗？我们看到了。回望千年，穿越了百年，终于这座伟大的城市，正以它开放包容的胸襟，迎接着更加美好的未来。